啊啊！师傅，刚才这一条算什么？算是完成了当年我不敢跳的那个练习。判断呢？判断？演员在舞台上要有判断。如果刚才你的行为把它比作是信任练习的情景来说，你底下没有信任的伙伴，你跳下来就是假的，说明你对舞台上没有判断。对不起，老师。对不起的是你。听说是安伦亲自请你来的公司，你是怎么引起他的注意的？在电梯间，还是楼道口，还是某个他可能路过的地方，等在拐角处，手里抱着一堆文件，等到他来了，你不小心撞在他的身上，于是手里的文件散落一地，最后你成功的进入了他的视线。我是提前排兵布阵，在投资论坛活动把他活捉，够有手段啊。不过在尚可理解范围之内，男人追求名利，女人追求有名利的男人。你对安伦怎么看？哎，红茶来了。红茶，这是安伦让我给你介绍的公司项目。嗯，我和安伦的事儿公司没有别人知道。公司内部制度大家都懂，这件事说出去只会伤害安伦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干嘛？我现在是火烧眉毛焦头烂额了，你就别再添乱了好不好？我这可是帮你。那你不上松阳能上吗？我去做他工作。丢车保帅是吧？闭嘴，废什么话呀你。干嘛？那咱们团就指着这个戏翻身了，各部门都动员起来了。你贩子上跟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人，你跟她较什么劲呢？对不对？她懂什么她呀？哎呦，放行！是，邝老师，对不起，我这一着急，我嘴臭，我什么都忘。什么在呢？是，我一着急，我什么都乱说。我这，干嘛？你跟邝老师说说，宋阳是你学生啊？跟这种人，我无话可说。哪种人啊？丁指导，要说咱们是一种人。要什么不同？就是我当小人，我堂堂正正的当，不像您伪君子。不，哎，等一会儿，干嘛？就算你帮我个人一个忙，好不好？你呀，公事公办吧。丁可忙，你清高是吧？你要面子，你从不求人事吗？我早跟你说过，你不听啊！你啊，到现在怎么样？不还得舔着脸求自己的学生回来带你自己玩吗？啊！求人就求到底。邝老师刚才说得好，当小人咱就堂堂正正的当。我跟你说，邝局，以后谁要是再惹你生气，直接抽的给他抽死。你消消气，吃个苹果来。你吃一个。吃什么吃啊？安迪尔电影没有了，真人秀也没有了，还有心思吃苹果？跟你一样没心没肺。不是那些东西没了，你不还有我吗？你不还有松阳吗？松阳这不在这儿呢吗？有你有什么用啊？有你把我活活气死。你说什么？我怎么能惹邝姐生气呢？都是我不好，你说不听话，非得演话剧。你还长得那么帅，太不公平！你还让人怎么活？邝姐，我不再是你的全世界了吗？你还是我全宇宙、全地球呢！你说我最近负面新闻这么多，我用这两个月的时间去话剧团好好提高一下我自己，减少一些曝光不好吗？你还知道你有负面新闻啊？你还在乎负面新闻啊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给我两个月的时间吧，我求你了。两个月，你整整两个月给我窝在这儿。我在这儿怎么了？咱们一样可以接电影、电视剧、商务、广告，一点都不影响，把档期全部错开，不就行了吗？再说了，
我这么红的一个腕儿，你觉得一个话剧团能困得住我吗？我又不傻。我看你就是傻，你不仅傻，你还作。姐，同意了啊？谁同意了？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同意。谁跟你说我？感谢我的经纪人邝南山，带我走向了话剧的舞台。傅玉子，我得演男一。这是我上傅玉子的条件，这个条件是邝南山提出来的。如果我要上，我就必须得演男一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回去告诉我爸，你们的意思要把男二改成男一，对吗？我自己从来都没说我要演男一，这就是邝南山的意思。是，是邝南山的意思。那你的意思呢？上的话，我只能答应演男一。如果我不答应，我就上不了这部戏。你也想演男一，对吗？但是我真的没办法，你能理解我吗？宗阳，学艺先做人，这是我一个外行都懂的道理。你现在红了，就可以为所欲为，抢你老师的戏了。就算时代再变，演员再红，尊师重道这四个字是不会变的。男二改男一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我再送你两个字，虚伪。现在采访一下您啊，您当时演那个尸体，您的心理依据是什么呀？啊，真是的，你这些话跟观众聊行，您跟我，行，咱不开玩笑了，你说说你的想法吧。阿罗啊，你不用做我的工作。干嘛？不，你，咱们不说什么一号啊、二号啊，那都不说。你想，咱们演了一辈子戏了，心里边装了多少人物，各种类型的人物，咱们什么不知道啊？咱们演的是人，不是做戏。你说咱们两个这么些年的朋友，邻居住着，你了解我，我最在乎的是什么？我知道，是戏，是剧本。哎，你对这个戏倾注了多少？你有多少期盼？这个我都知道啊。可是我没想到，到头来，最能理解我的人是你。行了，咱俩不说这个。谢谢，谢谢干嘛？罗夏，原来你也是这样的人啊，跟他们外边人一样，看我过时了。看我人老珠黄了就欺负我啊，想怎么欺负怎么欺负，骑到我脖子上拉屎我还得说好吃啊。江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这不是在气头上了。你想想，我费了好大的劲是吧，甚至搭上半条命才把事情弄到可以继续往下推的程度，刚刚见着一点亮，你说你这个横竖不顾的咔嚓就插你一杠子来直捅心尖，要是换你更得急。我问你，傅与子是不是好剧本？一等一。子与父呢？说不好。好不了。也许吧。上傅与子，我投资。您早说呀！据我所知，刚建组的时候资金缺乏，这您就知道啊。那个时候我对这件事儿还没上心呢，现在我还就上了心了。我跟丁可忙和默默也说好了，我现在再跟你说一遍，我就要用这个戏，就凭一己之力，就跟这文艺界现在这种乱象，我就要跟他们斗争到底。我告诉他们什么叫演技，艺术是在心里的。哎呦，哎，江夜。医生，秦立贤怎么样？啊，抢救过来了。
要是再晚一点还真就不好说了。患者的年纪啊也比较大，恢复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。待会儿啊，病人要送到 ICU 再观察几天，你们两位家属留一位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医生啊，谢谢。还好我抢救的及时。哎，你今天去剧团干嘛？我找丁老师啊。你找我爸干嘛？你别气他了行吗？投资的事儿我已经跟另外一家公司提了，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就不劳你费心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明白。什么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如果人家愿意投资的话，我们剧团就不用委曲求全还要给别人改剧本了。男二改男一。你可真有意思。我松阳在你的心里就是这么如此的不堪是吗？不然呢？行行行，我现在知道你内心的活动了，你不要跟我说话，从现在开始。哎，你怎么会心肺复苏的呀？刚刚医生说了，幸亏抢救的及时，要不及时的话。你以为我电视剧白拍的吗？啊，我拍了那么多的戏，学个心肺复苏我才学不会。切光的依据是什么？啊，你的反应。规定情形是绝望的母亲当着父亲面自杀，父亲看着母亲自杀死亡无助。你什么反应？没反应啊，根本没有。你说的第一句台词就不对，你的那种怨恨无助不解都没有啊。是剧本都背熟了。还有啊，我说那句台词的时候，我说生不如死的时候选择死，你的反应是什么啊？点头。点什么头啊？告诉你听见了，规定情景是我们两个人面对面的谈话，你不可能听不见，所以你那个点头是多余的，而且蛮拧。还有最后一句台词，对不起儿子。你看你的双眼是迷茫的，你的眼睛是空洞的。是这么大舞台实拍以后什么也看不见，但是他能感受到你内心有没有，如果有，眼睛是会反映出来的。洛凡，嗯，丁老师，我真的很想演这个戏，能不能给我这次机会？可惜父子与父母，如果我不演男一号，演的是男二号，外面的那些人又要说我玩票打酱油，我必须要演一个男一号，可以真的踏踏实实扎扎实实把这个剧本在舞台上完美的呈现出来，我才能堵得上外面那些巴不得我完蛋的那些人的嘴。那没有人要巴不得你完蛋。有，罗团，是您不知道而已。丁老师，罗团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一定让我演这个话剧好吗？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，我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证明我自己。丁默默，丁可忙跟江夜的女儿是你吧？给。荣鼎公司之前来我们公司做过尽职调查。你好，我是荣鼎公司的项目总监丁默默。我就开门见山的说吧，今天过来找您是想与您谈公司的融资并购的合作。如果这件事情运转成功了，您完成了三年的对赌，您可以获得9倍的现金，或者是12倍的股权，或者是现金加股权的形式。
好，好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努力配合，完成所有业绩。嗯，那我们就尽快安排法务、财务对贵司做尽调，然后我们再安排下面的事情。好啊，谢谢您，丁总。